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Matt，欢迎收看《电玩之夜》。今天带给大家最新的《战地风云三》的枪神影片。我非常非常逃避这个模式，在之前我非常讨厌玩这个模式，但是我为了要解 M5K，而且我也解开了，跟大家爆你知的，就是我也解开了这把神枪，就是 M5K 啦，队友闪边啦。队友闪边啦！然后今天这个教学呢，也不算是教学，因为我做的影片永远都不像是一个教学影片，因为做的都不是非常的好。我只是想跟大家讲说，诶，这把枪要怎么用，或者是说这个模式要怎么玩会比较……我都没死，不会吧？跟我开玩笑吗？跟我开玩笑啊！死掉。OK，这模式要怎么玩，甚至说要怎么解枪会比较好？那大家知道的是，你这里面用的枪全部都是 Close Quarter 这个 DLC 的枪支，有些枪好用，有些枪不好用，当然是我自己个人的意见。那刚开始的话，你当然是以手枪为主，所以非常的困难，因为我不是很喜欢用这把手枪，我不喜欢用手枪，更何况是这把手枪，所以我要花蛮多时间的，而且。我也蛮建议大家去做龟的一个动作，就是你可以啊，我跳起来完蛋了，我会损血，我会损血，对，我会损血。有些时候蛮建议大家做龟的动作，就是可以在躲在角落啊，你可以确定说那条走廊一定会有敌人走过来，而且它是很你后面不会被刀的一个状况。假如说你被刀的话，你就要自动被降级，这是蛮恐怖的一点。然后也蛮多地方可以做龟的动作的，像这个地方你就可以做。可以在这边打敌人，当然你可以杀一两只，大概马上就会被发现，因为会有 kill cam 的问题。但是，当然你可以保住你往上爬的一个机会。那现在的话，我们当然是尽量去找敌人，但蛮简单懂的哈，就蛮简单懂的，就找敌人，就知道说敌人会从这边爬上来，就 Oh my God，队友在干嘛？后面。对，枪神的话，Gun Master，其实我倒是自己玩玩啊，你先走，你先走。玩那么久，其实也是有些地方是非常沮丧的。队友就你尽量不要跟队友卡在一起，很麻烦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没死啊，王八蛋！我现在卡在手枪哎，fuck！Man 的暴怒实况，我想枪神百分之。八十的时候是暴怒的，80%的时间是暴怒。救命！因为我自己的枪法不是很准，而且玩完枪神，自己发现自己枪法会变很准，尤其是近距离战斗的时候。因为你刚开始这只能用手枪啊，这是很累的一个情况啊，对我而言。啊，队友去忙吧。大家都在等他出来，怎么回事？OK，那你有时候蛮贱的，就是因为枪神你要升级，你就一定要是100%的 Q。有时候我会故意破坏队友的一个成绩，这样的话，他们晋级的速度就不会那么快。然后这边没办法，他拿了，他拿手枪，哦，因为有两个人在打我，一个不公平啊，哥哥，不公平啊。然后上次我解开 M5K 的成绩是第三名，我个人也还没有第一名过，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要看我这个影片，完全没有任何教学的目的。然后这个是 live 的，所以就不要怪我的成绩太差之类的，因为真的是 live 的。OK，已经解开了一个，OK，又解开另外一个，就有时候就是刚好一条直线，然后你可以。然后两个人烦呢，都是两个人呐，哭哭哦。那假如说你单要解枪的话，蛮建议大家就是选一个已经蛮空的一个 server，蛮空的 server，这样你进去的话，你成绩打的会比大家前面，因为它名次它不是看分数，它是看你的你用到哪一把枪，你的关卡是什么。OK，队友先走，先去送死。队友都很喜欢挤哦，那种最讨厌，一直挤，一直挤。你要敢投胎是不是？一直挤的话，你就很有可能会就一起被……我听到脚步声，一起被敌人干掉啊，这是很怕的一点。然后麦格农的话，我也建议大家就可以过一这边。然后我竟然没杀到任何一个人，我哭哭了。
大家都在等我，怎么回事啊？不要等我啊！啊，烦呢、欸，王八蛋！没有一个任何一个队友在旁边。麦格农是我里面刚好的全部的手枪都是我不爱用，就烦呢、欸、，fuck you man。就没有刚好没有一把我爱用的手枪，完全讨厌讨厌，坚决反对使用麦格农，我会很慌张啊！你看他为什么就射不赢他？我已经爆头了，很扯。Come on， 我要逃脱这个麦格农的诅咒。当然讲脏话可以帮你助兴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助兴，对啊，大胖射他一枪。他是一个其中的观众，也是我们 channel 的第一个 subscriber。Come on， 你的枪法比我还烂呢、欸，哥哥，大胖哥，你是故意的吗？你应该是搞不好是故意要让我加分的，谢谢哦、喔。因为他知道我讨厌麦格农，我 PP 19就比较好办事一点点啊。当然的话，你也可以选择这边归之类的，都是你个人的选择。然后 PP 19的话，这种近距离战斗的，很明显是近距离战斗的武器，我就建议大家就硬干啦。哼哼，硬干输的几率比较低啊，就硬干吧，硬干吧，硬干吧。怎么听到后面好像有人？对，有人硬干，绝对不会输，谢谢。瞄准头部，硬干不会输，谢谢。OK， 应该还是有人会走过来，队友，恭喜你啊！下面很多人哦，哥哥。哎，没有少任何一个人，又是一个队友上来，快忙。OK， 要破坏掉那个敌方的攻势。OK， 然后哦，我们是美军呢，看出。OK， 另外一个人被干掉。成绩好像认真一点啊。OK， 往前走吧，这把枪就尽量不要龟了。龟枪的话就用麦格农之类的，会蛮好用，可以做龟的动作，小龟的动作啊，烦呢、欸！大胖哥挡在前面，我发现整集都在抱怨，有没有？实况组尽量少抱怨啊，对，少抱怨，少抱怨，多做事，少抱怨。啊哈！哎，队友在挤，哎，一直挤。我发现 Battlefield 你不要太赶了，尤其是枪神，你要找清楚说敌人出现的方向，你再做攻击啊，不用一直赶，一直冲，一直冲，那就变成真的是赶投胎了。就慢慢来就好了，尤其像这段，还仔细听风吹的声音，来听枪在吹，他一定想刀他，对不对？不好意思啊，拜拜。所以你就 P90 了，可以的，就是。哎，死一个，到时候一定还有人会过来，因为他们重生点几乎是同一个方向的，所以你要抓敌人的话，其实很好抓啊。但是他也抓到我了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他也抓到我了。我要再加把劲一点。看过很多人在 YouTube 上玩枪神，但是他玩得非常厉害，我觉得说真的很佩服，真的很佩服啊！因为枪神真的是一个很难玩的模式，里面刚好用的枪都是我不爱用的枪，所以。有时候也是要看个人，队友上面有敌人哦，队友哥哥们，哇，你好厉害，他好威哦，他直接冲上去，不要敢投胎，队友讲过啦，不要敢投胎，对，下面应该是战况惨烈哦，战况激战，激战，下去了。也是一把近距离武器，所以我们就有杀到敌人，所以想说怎么可能？我这样还没杀到敌人，我就哭给你看。我 P90 哎、欸、，P90 不是子弹很多的一把，长得很机胎的一把枪，但是它子弹爆多啊，一个弹夹有50多颗子弹。哦，现在是散弹枪时间了，散弹枪其实很麻烦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个人觉得，队友不要敢投胎。一堆人就挤在那边啊！妈呀，你队友就挤在那边，队友挤在那边，我们就一起死了。因为你会有 suppression， 你就整个就还推我，队友吃大便好不好？滚，谢谢。
我现在开始仇恨队友，滚！好。诶，我竟然没杀掉他、欸，烦呢、欸！好，这是我自己的问题。霰弹枪很难玩，因为你一枪绝对杀不了一个人，除非你是爆头的状态。啊，别人说他换另外一颗子弹的时间很长，有那个上膛的一个动作很长哦，所以很麻烦。变霰弹枪的话，你要一直抓紧那个换弹的一个时间。当然，就是这样的话就是 OK。那 OK，我来插一个人，那我就先跪在这边。霰弹枪远距离也不太行哦，把他打死。我刚说完远距离不太行，我就把他打死。那就尽量 suppress 他喽。然后枪神也有蛮好玩的一点，就是你可以解你的装备，有些枪你搞不好八百年不会用一个，然后你在枪神用了以后，反而有狗牌出现之类的，尤其你玩很久的话。哦，已经人到了，是16关了。真不给我面子，OK，冲冲冲哦，队友不要敢投胎哦。哦，有人妖熊，为什么？你看到了没有，各位观众？我们台湾的网路，哭哭啊！台湾的网路真的哭哭啊！到时候我来表演卡啊！你看，又来赶投胎，一直挤，全部赶投胎，真的是暴怒失控。你看，慢慢走就有好处啦。OK，也不一定有好处。太快了，他们太快了。哦，我们要牵制住那个第一名，不要让他那么快拿到小刀分数。我们要努力牵制住他，好不好？队友同心协力，好不好？然后不要乱挤，好不好？一直赶投胎，这是不是很乐见的一个情况啊？哦，我还没死，真的，好感人啊！我没有死掉，我来跪一下，应该会有人听声音，听声音。听，还哭的声音。啊，他到达17关了，王八蛋！我还在第几关啊？哎呦，我下去。OK，这边有人，还不止一个人。没到，我来绕背吧。OK，被队友干掉了，啦啦啦啦啦。哇哇哇哇！这厉害哦！我死定了！我死定了！人生黑白了，现在啊！很差，成绩很差。知道哦，尽量搬回一层，在他小刀击杀之前。而且其实你后来加入的玩家就很困难，因为你是用手枪跟冲锋枪硬干，这很困难。OK，我来硬干。OK，Not bad。我卡住了，队友接过一下，不要赶投胎，谢谢。OK，谢谢。有时候就是在一个混战之下，可以得很多分数。哦，那个拔了，他跳下去干嘛？哇，结束了，很差的一个成绩啊，前5名，排前5名。有时候你看到这个前5名，你不一定会拿到那个那叫什么 Go，那叫 M5K。你要好像要第5名以上才可以拿到 M5K。OK，那我相信这个影片大概就到这边了。看我可以解开很多平常我完全不常用的一些枪，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不喜欢枪神的原因。因为有些枪我真的很少在用，当然就是完全是个人的想法啦。搞不好觉得说，很好用之类的。然后相信，这期就到这边了。希望这个影片可以给你一点帮助。
因为枪神是我很讨厌的一个模式。然后声音画面就到这边，拜拜。我敌方只剩一个人，有什么问题？哎，拜拜。